三剑客啊，号称江湖三剑客，今天诸葛你了啊，准备起飞，太逼了。空勺低空，哇，这声浪啊非常好听，大红龙防高，一个特技动作筋斗，好，降落，哎呀，没问题，好大后排，哎呀，真好飞，这匹太好飞了。海盗二战飞机准备起飞，拿起遥控器试试断面升降度，注意正常，油门给上，准备对准跑道，好，海盗好，成功拉起，漂亮，收回了，是不是啊，收回了，好，我降落了，好，非常很轻松的一个降落，安全小路，准备回家吃饭。喜欢的朋友双击屏幕关注我。哇，绿的！注意正常，升降正常。飞机装了一个拉烟，我们试一下效果啊。拉烟了啊！哇，去了！啊！哇，看到吗？哈哈。再次试飞，表演入夜飘，喜欢的朋友双击屏幕感谢你。专为新手设计的教练飞机海陆空，防水全地形，尺寸大概一米左右，包含夜航灯，可以晚间飞行。为什么叫新手飞机呢？因为非常好飞耐摔。我们今天有个新玩法，绑一个大尾巴，海陆空飞机大尾巴，走。哇，太长了，我去我去，舵面正常，副翼正常，方向正常，准备起飞。比风筝好玩多了，哇帅帅帅，低空出闸，哇漂亮，安全着陆，双击屏幕，新手教练飞机海陆空防水全地形，水上起飞演示，耐摔程度啊，抬脚没问题，和真飞机原理一样，升降舵、副翼、方向、油门，陆地也能起飞，水也能起飞，下水试航，左手给油，走，慢点起飞，好，好，左拐，蜻蜓点水。好，喜欢的朋友双击屏幕。